其实我们跟海洋之间的互动哈，起了不少的波澜哈。那的确在当中有些我们需要我们大大省思的地方哈。所以待会儿看片之后，我们会邀请我们的邵广章邵老师，他现在也已经来到现场，我们是不是先掌声欢迎他一下？影片之后，我再好好的介绍我们的邵老师。那我现在就不要再占用太多的时间，我们就赶快开始来看我们今天最棒最精彩的易碎的天堂。好，那就麻烦会。